顺德居万尺客家乡村豪宅，祖籍梅县客家的华侨，早在1930年代在元朗买地起屋，留下了很多精美的建筑，包括顺德居、岭梅庄、林屋、潘屋、兰音楼、旧差馆。崇正新村顺德居是村里面规模最大的历史建筑，只要第四代屋主梁先生在这里，他就乐于打开大门给公众参观。大宅是标准的梅州围笼屋，占地11000尺，楼高两层，主屋两侧有横屋，穿过天井就是摆放祖先神主牌的正厅。唔好睇呢间屋成间都好中国同埋好传统咁，其实我哋睇下呢啲柱都融合咗一啲西方嘅风格噶。呢一间屋有两进嘅，咁我依家身处嘅地方就系最入边嗰进啦，中间嘅地方就系一个天井，过咗天井咧就可以去到呢间屋嘅门口噶啦。座大宅的正面装潢很精美，有雕花禅板和壁画，大门的对联慎言是则，德行为先，勉励后人慎言和培养高尚的品德。在二楼天台可以看到体现梅县客家建筑的山墙，但是骑楼的栏杆图案却是西式，真的不可以不赞下梅州工匠的手艺。